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，近日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数量将在2023年4月中旬超过中国，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。报道称，20世纪下半叶，印度一直保持着快速的人口增长。自1947年独立后，印度人口增长了超10亿，并且预计在未来的40年里还将继续增长。人口增长也让印度面临一些挑战，例如如何给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评论。评论都有点发酸呗，就是评论说什么呢？说这个第一不要，要不要也无所谓，这个第一赶快送了呀，送了，质量不是数量。我们只想当第一大国，而不是第一人口大国。我觉得印度应该是第一了，只是他们统计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而已。这个第一没啥好争的，恭喜恭喜，谁爱第一谁第一。5000年来头一回吧，这个第一也不要了。啊，但是有一个事儿大家可能忽略掉了，就是据说在股市2000点的时候，印度也是2000点。啊，现在股市印度已经是到了6万点了，吓不吓人，是吧？咱的股市呢还是2000点。啊，就是这些年停滞不变，是吧？印度股市呢已经增了30倍，很多人非常看好印度啊。它当然有缺点了，就是那种历史遗传的种姓制度啊，使它这个有人不喜欢啊。但有人非常的看好印度，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啊，因为它是亚洲之星啊，后劲儿很足。股市似乎就验证了这个问题。